寻龙望祖看缠山，一重缠山一重关，三山齐出包藏内，二水交流汇中间，金鹤木为上。怎么，有反应了？对，这里就是昆仑族。当年你看爷爷被害后。 被正压在这儿，我现在就救你出来。乖乖，天下一刻值千金，你还在等什么呢？ 这是哪儿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睡我的女人，你说我干什么？睡了你的女人？程虎，这小子可比你俊多了，我可没吃亏呀！骚货，你给我闭嘴！妈，堂堂青竹帮二当家，从来都是老子玩别人老婆。 你小子玩到老子头上，老子今天必须干死青竹二当家！你是周春虎，穿越了。当年你太爷爷在上海滩成立了青竹帮，那可是叱咤风云呢。他身边有一个溜须拍马的二当家，叫周春虎。这个人呢，最不讲义气。当年你太爷爷身死。 他回手就把你太爷爷尸体给了那个姓段的，导致你太爷爷的尸骨被镇压，我们叶家世世代代倒霉。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晚了，弟兄们，过了吧。真的，你不能杀我，不能杀你，在上海滩，老子不能杀谁。周春虎现在只是二当家，那说明太爷爷还没死，没见到太爷爷之前。 我谁都不能信，不能暴露身份。二当家，你看他一身洋人装扮，西装西裤，先问清楚，万一跟洋人有什么关系。旧时代的上海滩风起云涌，当初有四大公子，这最负盛名的就是京海商会的大公子，叫叶继祖。我姓叶，姓叶。 怎么，你想蹭我们叶帮主啊？可惜我们叶帮主的儿子今年才5岁。和叶某人需要蹭你们大当家的什么关系？二当家，我知道他是谁，他是京海商行的叶继祖。叶继祖，不能吧？姓叶就洋里洋气，还好色，所以才会爬到老娘的床上来。 叶继祖，哼，怎么，怕了？就当我一个人。少死！这个就是你太爷爷。这个，程虎。 他谁呀、啊？帮主，这小子不知道从哪来的，居然爬上了我家陈红的床，被我逮了个正着。这还不算，他狗胆包天，竟敢冒充叶继祖。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要动手也不能再帮了。最近咱们的兄弟做事情太嚣张了，因果律师都不合适了。难道？
他就是他爷爷叶文强吗？就你，还敢冒充叶继祖？走干净点。是。哎，帮主，您不是跟段探长约好去谈事儿了吗？那个姓段的狡猾的，他是看上了我们苏店内的几个赌场，想高价买下来，所以我把约定地点改成了苏界外的百乐楼。姓段的住张楼。帮主，要不这样，我带几个弟兄陪您一块去。不用了。苏界外边都是我们青竹帮的天下，料他姓段的不敢高声响。站住！放肆！太爷爷，你不能去。你说什么？段元阳想杀了你。不是，刚才那句话前面三个字再说一遍。太爷爷。我听说别人认爹来，头一回见过别人认祖宗的，我成太爷爷了。你是太爷爷，我不就是太奶奶了？对，太奶奶了。你不是太奶奶，我太奶奶是陈丽君，她比你好看多了。什么？你敢说那贱人比我漂亮？文强，给我掌嘴！放！你敢骂丽君？平时怎么教你的？我错了。小子，你调查。你本来就是我太爷爷，你的事情我都一清二楚，爷爷都跟我说过了。我不光知道太奶奶是陈丽君，我还知道你的小名叫百万，是穿越的。别说了，还穿越？是不是还有阴曹地府杀阎罗王了？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说，太爷爷，姓王，陈虎，不管他是谁，给我做掉。好。太爷，你不能去，太爷会杀了你。他早就想摸懂你的产业，已经布好陷阱等着你了。段叶阳想杀我，他有那个胆子吗？黄帮大佬黄金燕是我的好友，法租界八法爵士是我的座上宾，整个上海滩谁敢动我？好，既然你说我会死，陈虎。把我好好看着呢，等我从百乐门回来，老想看看咱俩谁会死。你是在跟大刘混的？还有，去尼姑庵给爷爷提过一把长命符，手上有爷爷的生辰八字。文强，这没什么，走吧。你敢咒我们叶帮主？不行，我要阻止太爷爷，不然来不及了。我要想办法出去。怎么，不说话了？看来得给你点厉害才行。你太爷手下那个周春虎就好赌，而且特别的迷信。跑马厅开票前，他都要求神拜佛，求这个马票数字。你太爷被害当天，他就中了这个马票。我还清晰的记得那个数字。哎，等等，你叫周春虎，今年三十有七。春虎，你是诸暨人，早年父母双亡，还有你之所以喜欢春虎，是因为在你情窦初开的时候喜欢的第一个女人是你大嫂。你大嫂跟春虎长得很像。别说了，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多事儿？我算出来的。算出来的？你们都退下吧。是。你是？相师，没错，你还有你们叶帮主，你们俩所有的秘密都是我掐算出来的。本来还想继续假扮一下叶继祖，讹你们帮主一大笔钱，但是他不上当。你这么会算，那好，你算一下，今天上海赛马厅开哪一匹马？三号，红色闪电。红色闪电？嗯，不会吧？我今天买的就是红色闪电。可是我买了这么多年马票，从来没赢过。中了，中了，中了！红色闪电赢了，真中了，300大洋，吓少了呀！哎，你拿去，你先，老师，
刚刚诸位得罪您，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这种人一般见识。大师，您能再帮我算一下吗？您看我能不能当上青州帮主帮主？有可能。太好了，太好了！如果我碰上这种太爷，那简直太有可能。哎，大师，大师。 你这火急火燎的，去干嘛呀？我算到你们夜帮主有血光之灾，我必须去拦着他。晚了？什么晚了？我是说，现在时间不早了，您这步行过去哪追得上我们夜帮？ 有车，有。完了，秦霜耗尽全身积蓄，帮我逆转乾坤，让我穿越回来，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没能救活太爷爷？我明明那么努力，为什么？哭什么？我还没死呢。太爷爷，还好。太爷爷，你一定要小心段月牙。还有，他身边有一个特别邪门的道士。邪门道士。 吴金忠，段月阳，哟，认识我，帮主，帮主，帮主，我来了。太爷，就是这个邪门的道士，他能诅咒杀人于无心之中。什么太爷爷？你我差不多大，叫我强哥吧。强哥，这不太好吗？不合适吗？好，强哥，强哥，你一定要小心他。 你在教我做事，我叶文强纵横上海滩这么多年，什么风浪没有见过？区区一个苗疆道士，会一些毒虫降头的小手段，你以为我就会怕了吗？不愧是青竹帮帮主，纵横黑白两道的叶文强，居然把我手底下人的底细都查得这么一清二楚。你的那点信息还需要调查？ 那些八戒，我的人自然会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我，已经不是秘密了。厉害，不愧是前辈啊！难道我身边有你的卧底？传爷，没传有我？怎么会？老吴，你帮我做了这么多事儿，咱俩。 早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了。那是因为我身边有高人指点，你的那点小伎俩瞒不过我的。就这么个傻了吧唧的人，行，你不说算了，我早晚查得清楚。现在，是不是该谈谈赌场的事情？好啊。 既然在赌场，那咱俩就赌一局。我赢了，赌场归我；命也归我。确定吗？怎么？哼，你叶文强不是夸下海口自称上海赌户无敌手吗？跟我赌一局，走了。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怕？我可以跟你赌。 但我要求换牌，怎么？这里是你的地盘，怕我出枪？你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如果你怕了，早点说，我可以留你一个全尸。好，无所谓，尽管。
邓探长，还来了，再让你占一次便宜，让你身边这位大美人来发牌，怎么样？。八字，美人啊，可惜我的八字比你男人硬，要不过来跟哥哥？你是客人，你先开牌。开牌啊！你死定。太爷爷虽然厉害，但也斗不过段月阳。他竟然买下了上海扑克场。自从生产了扑克牌以后，他就按照自己的要求制作魔术扑克。他最愿意拿的就是三个 A 的豹子，怎么赌也斗不过他呀。好，那我就……哎，这场赌局我们不比较行。猜对方的品牌，小子，你懂不懂规矩？牌桌上就是比大小。叶文强，能不能看好你的狗？玩不起爷们。强哥，你看看，有人提了，他好像知道他自己一定会赢。宋东，你有几身牌？他的底牌是三张 S。操！这鸡巴还什么呢？到底能不能玩？段月阳。上海滩没有我玩不起的游戏。你不是一直号称牌技天下第一吗？今天咱们就猜底牌，猜错则死。干什么？这家伙跟我玩猜底牌？这里每一张牌我都认识。你要这么死，老子成军。好，来啊！我就猜你。我就猜你，你怎么可能猜得这么准？别废话了，姓段的，你这条狗命给我了。你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牌？你的底牌是？愧是太爷爷啊，好厉害！你现在猜我的底牌是什么？叶文强，玩我！哎，你个开扑克场的臭老千，凭什么在这说强哥？说你白了，不说了。跟你们这群死人耗个屁啊！范月阳，你还有什么花样？你在这儿的把戏全被我拆穿了。这里的酒水太爷爷一口都没碰，这吴道士他也下不了蛊。窗户外面全是我青竹帮的人，你在这装什么？英雄们，段探长，现在谁是死人？当然是你呀，废。你们干什么？他是你们的帮主。以前是，现在不是了。从现在起，我才是青竹帮的帮主。千算万算，万万没想到这家伙是个反骨仔。太爷不能死，杀了你！哎、我开玩笑啊，是开玩笑就好。叶大师是个人才。要是一不小心给崩了，实在可惜。我跟你脚有什么关系？脱什么风？叶文强，继续跟我谈判啊！有人出卖我，无话可说，成王败寇。今日你放了这个小兄弟。天风，跟你一见投缘，本想和你好好处处。可惜已经没有机会了。动手！是。哎，您不能。
你们不能杀吗？林峰，你这与女无关。。秦风，你不需要跟我一起死，你走啊！秦哥，想想你的老婆，还有你的孩子，你不会死，我也不会死，走！我去。秦风，都别动！去！快！去！秦哥，先等会儿。坚持呢，我找到这两个人。坚持，要坚持。干嘛说？我别这些话。你来打人，打人。太医，喝点水。这个地方不安全，段岳阳悬赏一万大洋，全程搜捕我们。千峰，我们逃不掉的。一定能逃得掉的。太医，上海滩这么大，他段岳阳怎么可能只手遮天？现在我的亲属帮着没了，我拿什么跟他斗？太医，你是青竹帮帮主叶文强。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你不能倒啊！你倒了，太奶奶怎么办？爷爷怎么办？你觉得段岳阳他会放过他们吗？太爷爷，你说的对，我还有丽娟和彤彤，我不能倒下，我要振作。青竹帮帮主叶文强，但是我们怎么跟段岳阳斗啊？县探长段岳阳将迎娶原青竹帮夫人崔碧玉。崔碧玉这个贱人水性杨花，这才多久就跟这个姓段的狗在一起了，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太爷爷，你现在不是考虑戴不戴绿帽子的事情吗？都这样了你笑什么？行吗？什么？太爷，我找到破局的办法了。什么办法？仔细看一下这个。法租界总探长安华之女安金夏今日遭人绑架，正全城搜捕，如有其下落，必有重赏。谁会绑架探长的女儿啊？哎呀，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自身难保了。如果说我知道安静想下，他爹都不知道，你知道个屁！太爷，你信我就够了，能不能破局，就看这次。如果你真的知道他女儿的下落，我就有机会翻身了。说，什么办法？段岳阳最近不是要结婚吗？嗯，你这样，你乔装打扮一番去恭喜他，给他送上一份刺激的大礼，他到时候肯定会追杀你，你就往高家帮跑，我在左手边第三间平房等着。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他女儿就在高家帮？他女儿就在高家帮。如果他敢来，我给他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好。哎呀，段探长，段探长，恭喜啊，恭喜啊！快去上座，今天啊，无罪不归。段探长，今日大喜，我家主人特赠八蜡真人自贴一部，请您享纳。
八大山人真经，这可值不少钱啊！是啊，段探长，让我们开开眼吧。好，今天啊，让大家开开眼。啊，这谁这么大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妈的，天降，对。 老爷，小姐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况且已经下令全城大搜捕，相信一定会很快找到的。快找，快继续找！老爷，老爷，外面有人扔了封信进来。下在高家帮。 马上带人给我去高家帮，快点！闭嘴，不然老子宰了你！你去买点豆浆，忙活，饿死！老实点啊！ 东西，哎呀，还得是我燕子。你是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叶千峰，是来救你。 我们等一个人过来。你受伤了？小伤而已，没事。强哥，都搞定了吧？谢谢了。那就好。 这位是安金夏，安小姐。啊，你好。你们是我爸派来救我的。是吧？厉害啊你！还有，以后在外面不要叫我太爷爷了啊。好，他们人来了吗？好啊，正好两个都在。哟，旁边还有个大美人呢，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了。 这姑娘留着给我好好玩玩。安小姐，你听到了吧？原来他对你觊觎已久呀，怪不得你派人绑架安小姐。段月阳，绑架！你说，你给我住手！我给你报警！是谁敢动我安华的女儿？妈的，不要命了！啊，爹。 你没事吧？哎呀，吓死我了！谁？你？妈的，还是你！段月阳，这下你玩完了，绑架安总探的女儿，狗胆包天啊！你少他妈放屁！什么童子呢？段月阳，妈的，给老子解释解释，到底他妈怎么回事？还有他，我真的没有把他大小姐。与我开大招啊！ 小峰，你绑架了安小姐，还想杀人灭口？哦，看见了吗？安探长他想当着你的面杀人灭口，简直丧心病狂！我没有，他妈疯子，少他妈给我泼脏水！说没有，想杀人灭口了？段月阳，安总他，我今天结婚大喜的日子，我面哪能口啊我？ 绑架了安小姐，救下了安小姐，你还想杀我？我的绑匪是证据，安小姐她也是证据。叶千峰，你没有杀你全家！安总探看见了吧？他想杀人灭口。
杀了这位兄弟，也就没有人指证他了。段远扬，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一直对你忠心耿耿，平时我也没少给你好处，你怎么可能放下大小姐吗？哼，忠心耿耿，安团长女儿就是这么无姓的事，偏偏挑今天去结婚，是什么意思？早就密谋已久了。你们都闭嘴！段远扬，在我面前还敢对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动手，你把老娘放在眼里了吗？韩总啊，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没有绑架大小姐呀、啊！爹，你可一定要为女儿做主。这个段远扬他刚刚还说要玩我，啊！幸好有两位先生在。韩小姐，这是误会，我刚才没认出，你快闭嘴！爸爸在，爸爸一定给你做主。啊！拿安药。韩总啊，你听我解释。就是你的后患，我做总裁，放开我！放开我！我虽然是你有提拔权，但我跟岳师傅关系匪浅。就是在等他的脸，劝你考虑清楚。无理，把他给我放平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放开！放开我！知不知道？放你干什么？放开！哎呀哎呀！我为他还敢狗叫！姐夫，姐夫，叶先生，你醒了。姐夫，哎，哎，醒了就好。哎呦，慢点来。叶先生，你救了我女儿，就是我安某的大恩人。这十万块钱，一点小意思。安总裁，这一千我收下了，就当医药费了。你什么意思？我安某向来不喜欢欠别人的情，难道你钱少了？安总探，你误会了，我对钱没有兴趣，只不过想跟安总探谈一个合作。打住，我是不会跟你做生意的。现在呢，我已经帮你压制住了段远扬，以后他就不会再找你们的麻烦。另外加上这十万块钱，咱们两清。爹，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知道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但是我也查清楚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叫叶文强，青竹帮的上任老大。段月阳一开始是找叶文强和这个小子的麻烦。夏儿，这两个绑匪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稀里糊涂的就被叶千僧借刀杀人。他救你根本就是别有用心。不可能，段月阳明明就捅了他一刀。段月阳不承认是他捅的你，他说是你自己捅的自己。你让老娘到底相信谁啊？反正现在这个段月阳已经被我得罪死了，他是法国领事的手下，看在你救我女儿的份上，这个雷老子替你扛了。加上这十万块钱，咱们两清。好，夏儿，安总裁，你可以不顾女儿，你的女儿怎么办？说什么？我只说的就是民国史，但是我越看越觉得可惜。当年太爷爷被段远扬陷害死以后，这个安华也是一号人物，镇压了段远扬五六年。安华确实是一个人物，可那段远扬为了上位，竟然在安华新买的雪铁龙车里藏了一具女尸，当时整个法租界都轰动了，安华也丢了总探长的位子，跳楼自杀。我说，你最近是不是买了一辆新的雪铁龙轿车？你怎么知道？我不光知道，我还知道有人在你车厢后面放了一具女尸。你今天如果把车开到巡捕房，后车厢的女尸被人发现，你应该很清楚是什么后果。不可能，在上海滩，没有人敢阴老子。
别人敢不敢我不知道，但是段月阳他一定。我真的不希望你出事情，你出了事儿，段月阳会第一时间找我们的麻烦。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你的后车厢，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走，下。王先生，叶先生，我之后再来感谢你。10万块钱，这个安华真有钱呐。钱锋，我知道你想帮我，想攀上安华这个高枝儿，但是没用的。他向来薄情，他心里面只有他女儿，我们劝不动他的。还有这几天你帮了我那么多忙，我估计这辈子都无法回报你。太爷爷，我这次来上海滩就是为了来保护你。又叫我太爷爷。强哥，这才对嘛。我觉得你这个人有义气，不如咱俩斩鸡头烧黄纸，结拜义气兄弟。这不太妥吧？那有什么不可？整个上海滩，我有几个人能看上的？唯独兄弟你有勇有谋，择日不如撞日，我就今天。哎呦妈！哎呦呦呦呦！没事，明知你受伤还结拜兄弟。哎，但是你刚才够厉害的啊！那个安探长给你忽悠的一愣。我没有忽悠你。段云阳真的把女士塞到后备箱了。千真万确。爹，爹，走那么急干嘛？我看千芳不像是骗你的，他跟段月阳可是不共戴天。你呀，你以后离叶贤文远一点啊。爸，你说什么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啊？你是我女儿，就你在这小心思。是，这个叶贤文看上去还算是一表人才啊，你喜欢他也正常嘛，因为他英雄救美，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他能捅自己一刀，他就能捅其他人几十刀。你别看现在他怕段月阳，但是我敢说，只要给他时间，十几个段月阳都斗不过他。爸，你别扯远了。千峰提醒你的后车厢，我会查的，而且我会好好的查一查。你说这个安探长可真够磨叽的。这都3个时辰了，把这辆车拆了时间都够了，还没回来。强哥，你不要心急，你放心啊，安总探的后备箱里面一定有东西的。叶先生，总探有请。好，我马上去，你好好待着啊。是这位叶先生。还瞒着我。果然没有说错，这次安总探要好感情，会不会让女儿以身相许？安总探，这边。这是少爷，我们是万花楼的亲戚。何依依，安总探为了感谢您，特意让我们俩过来伺候你。少爷，春宵一刻值千金呢，你就别磨蹭了。不愧是安总探，可太会玩了。在上海滩结束了。你们两个给我出去！安子林，接着说，我可一直为你考虑啊！我们要去找杨宇哥。把衣服穿上，你给我出来！刚刚到底怎么回事？安小姐，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是安探长安排的两个，我也没接受啊。那你也没拒绝啊？去崇明大厦，去那儿。在你和那两个女人鬼混的时候，我爸就去崇明大厦找段元阳算账去。啊！安探长这么冲动啊？岂止是冲动，我刚刚得到消息，法国领事约瑟夫在崇明大厦举办了拍卖会，我爸跟他关系本来就有点差，又不会拍马屁，这要一闹就完了。看来这也是段元阳设的局。如果后车厢里的女尸没有害到安总探的话，那他就故意躲进崇明大厦，引诱安总探和约瑟夫领事发生冲突，借刀杀人。爸其实跟约瑟夫原本关系挺好的，他总探的位置都是约瑟夫提拔的，只不过后来法租界做了一些对华人不地道的事情，我爸为乡亲出过几次头，
我不得不对他有了一些成见，这次一闹就彻底完了。我必须去崇明大厦阻止我爸。等等，我去，再跟洋人打交道这方面，我比大爷要强100倍。你确定 ？Of course， 我前世可是掌握8门外语的学术精英，颇有洋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既然是拍卖会的话，白清安小姐。 能不能给我100元？100元大人，给他。我相信。不愧是安小姐啊，有安探长的豪情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安总探安全带回来。你的头脑打得厉害，只要你解决了安，我帮你一同上。 李先生，谢谢，谢谢，高先生赏识。区区不远，这个人啊，真的跟几个领事却总是分不清，我早就想换人了。这次的拍卖会，他一定，这个人向来自负，尤其还跟我不对。 这么陷害他，就一定会找到法国领事身上，没有洋人支持，死定了。女儿，果然在这儿。怎么了？总探不太对呀，我们来对付望月洋的，今天来了这么多大，其中几个。 安华嘛，当上租界总探之后啊，听说一直不安分，搞得上海滩呢如影掌心。对是，啊，总探长，你还真敢来呀！行吧，你陷害我！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你给我装傻！哟，怎么？想打我呀？今天来的都是上海领事，就算你是。 你今天哎，还打我！哎，我真打！你怎么样？哈哈哈！住手！你怎么在这里？安华，放手！这次拍卖会是我干爹叶瑟夫领导的，在这里闹事。 是跟我干爹过不去吗？啊，没，你说什么？这里是拍卖会。没错，它就是拍卖会。约瑟夫先生打算在上海开第一家拍卖行，而这场拍卖会就是进行宣传的。可惜哦，被你给搞砸了。他们都没命。安华，你破坏我干爹的拍卖会！ 把租界总探长的位置做到头了吧？不是，宝少，你听我解释啊！都是姓段的这个王八蛋，上次他绑架了我女儿，这次呢又拿一具女尸放在我的后车厢里，他陷害我，我才打听到他在这个地方，我才过来找他。好，我有证据，你看看，这是我拍的那个女尸的照片。 怎么回事？鲍少，我冤枉啊！杀人可是犯法的，我堂堂租界探长，我怎么可能知法犯法呢？就算我真的杀人，证据呢？我看呢，就是安总探长栽赃陷害。放屁！啊，老子杀了人，把尸首放自己的后车厢里呢，还找人拍照？你当老子傻呀？啊！安总探长，你可真是了解你自己啊！ 今天杀了你，安华！我们安总探只是跟各位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李阳哥，你怎么来了？狗东西，他到处找你，你还真敢出现？你看看，你看看，安总探长，今天可是包上。
绕的场子，野狗领事也在，你带着一条狗进来，在这狗叫，你到底几个意思啊？李前锋，这里情况比较复杂，赶紧走吧。我来这儿是来帮你的。你是来帮我的？李前锋啊，这里全是上门的名流权贵，你给我点亮了，快走。各位，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获得拍卖本金？本次拍卖会，就慈善的项目，你只要捐200块的大洋，就可以获得奖金。不过，你跟着叶文强那条三家之犬，从里面起子，这么贵啊？对，今天来的可是上海的贵金，这20000块钱大洋的奖金，最后都会捐给黄河灾区的灾民。你要是拿不出，赶紧念地图，我滚蛋！你区区几万大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一个小喽喽，怎么抢银行了？皇上，我们安总探为了这次的拍卖会下了血本。这是四大行发行的纸钞，价值100万大洋，特意的被约瑟夫领事给的。不行啊，你搞什么鬼？这钱哪里来的？这是我的钱，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你想搞垮段远洋，首先要获得约瑟夫领事的支持。这些钱就是支持。哎呀，宝少，刚才是我鲁莽了。约瑟夫领事平时对我那么支持，这钱小意思。这40000块钱来两张请帖，也是对灾区人民的贡献。安总看，这个人除了冲动点，还是挺实诚。我说，安华这段时间经常在为上海滩的建民，搞得我的生意这样的野蛮人，热烈支持，还要让他去拍卖行吗？野狗领事，我安某只是按照法律行事，在租界内，不管是华夏人还是东洋人，我都一视同仁。我并没有针对各位在租界里的生意。哼，你这个野蛮人，一点规矩都不懂。我劝你早早把总探长的位置让给段少主，这样对你，对整个上海滩都有好处。恕难从命。白干，你个狼王，你想和大东洋帝国作对吗？你就是一个破领事，你能代表整个东洋吗？安总看是约瑟夫领事的，轮不到你来对他指指。放下喽！野狗，这里是我干爹的拍卖会，正是法租界。在这里闹出国际新闻来，你我都不好看。小朋友，我记住你了。随时奉陪，小鬼子，我玩死你。野狗君，没必要跟对面这一帮野蛮人见识。既然是拍卖会，一会儿在会场上让他们出丑就行。我素来对华夏文化很有研究，今日这批都是华夏古文。小朋友，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血本无归。哦，就凭你一个东洋人和一个汉奸跟我玩？等会儿拍卖会开始了，记得跟紧点。啊？继续修账。塞纳拉。
你是安总探的手下，看怎么做。怎么和？光明郡的上海滩是有名的盐沟，这下真是出生牛犊不怕得罪了段岳阳，现在又得罪了盐沟。不过你得罪了野高领事，他这个人小心眼，怕他报复。现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法国和东洋国闹得不可开交，安总探是约瑟夫领事，我们当然应该几分保守和约瑟夫领事。好。 就凭你这句话，我会和干爹说，继续支持安总长。谢谢，这小子什么时候对国际形势这么熟了？看来报社很开心呀，难道这小子是我的福星？各位，拍卖会正式开始，还请各位一。哎，小子。 这个段岳阳，是越看他越不爽。王叔，以你的身份，为何要为这两个野蛮人出头？他们这次来拍卖会，不过是浪费钱罢了。高，管好你自己就行。虽然这次拍卖会是约瑟夫举办的，但注定主角是我野哥在了。 叶先锋，你虽然带了100万现钞，但待会儿象征性的拍两个就行。我看段岳阳那边故意调戏你的火气，想让你血本无归。对呀，钱锋，待会儿注点意啊！100万可是我的钱。放心吧，安总，保守，这100万不会10倍、20倍。 这次出厂的竞点是西周青铜兽角，起拍价10000大洋。3万、5万、6万，就这破玩意儿能值6万？怎么，还能不能捡漏？<笑>就凭你们两个土包子，还想捡漏？怎么了？不行吗？你看你们啊，就什么都不懂，这古董行的水。 深呐，就连专家都难判断真假，就凭你们，那个姓段的话糙理不糙啊？古玩这行一旦打了眼，那就只能吃哑巴亏了。江行，你也听到了，一会儿出手，压点小心啊，低调点。哎，你干嘛？我可是总探，对我尊重点啊。好，安总探，别人捡不到，不代表我也不行。怎么，小子？ 你以为你比约瑟夫请来的这些专家还厉害？哎，汉杰，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如果我今天捡到了大楼，你就跪在这地上给我磕3个响头。小子，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我段岳阳在上海滩大名鼎鼎，配吗？怎么，你怂了？怂？行。 我跟你赌了，不过你输了，我要你的命。段岳阳，别太过分啊！好，我答应你了。你说了不错，我要他承认。安良，答应他，我一定会。哈哈哈哈哈！两个生下来的蠢货，被段上一击就上当了。 你们不会觉得比专家还厉害吧？哈哈哈哈哈！小芳，你真有把握，你别太冲动了啊！总裁，我什么时候不冲动？我又什么时候输过啊？这幅画出自于明朝成化年，来自一位江南名士，画的是山水画。 想必大家都见过，我就不多介绍。起拍价60000大洋，每次加价不低于20000。一个山水画，竟然好意思喊6万块大洋，这个不会真的会有傻子买出去的。包子，这位先生，您确定是他画的大洋吗？哎呀，这土包子就是土包子。
兜里有点钱，就这么乱花。人家捡漏，你这是捡垃圾啊！别怪段爷我没提醒你，这幅画曾经在海外流拍过，还送给我，我都嫌占地，你还想凭它来捡漏？这幅画的确没什么收藏价值，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这个拍卖会是我爹办的，我可以帮你说。包上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这幅画我要定了。东西终于到手了。你们华夏有句古话叫食之物者为俊杰，你这个不食之物的东西花了8万买了这么一幅破画，真是愚蠢之极。记住咱俩打的电话，花8万没完没了，不一定。死鸭子嘴硬，屁话真多。真看你的东西能好好看着。要不，我就想再拿到我拍到的画来。老少，这符合规矩吗？给他。但是给你之前，你要付出竞拍的。先生，这幅画是您的。怎么，狗急跳墙了？别以为毁了这画，咱俩打。强风，你疯了！让我看看。范南，这是本圣范南。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啊，国宝啊！范宽的天际啊，范宽这么有名啊？啊？就连范宽都不知道，捡上捡到不好。我怀疑是假的。来人，这是范宽的作品啊！在大东洋帝国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范宽先生的作品。给我1000万大洋。多少？1000万大洋。这位先生，我是南洋商行孙明晨，西山行旅图乃是我华夏无价之宝，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我出1100万。嗯，你的什么的意思？想跟我作对？你不怕死啊，孙老狗？建议你识相一点，把这幅画让给尹高先生，否则后果自负。这位好朋友，我的情谊大大的，我愿意出1500万大洋。1500万，小子，你是个聪明人。如果你把这幅画让给尹高先生，那咱俩当恩怨。既然段先生都这么说了，好的，那我就把画卖给孙老先生。搬家，东西，找死啊！找死也好过当汉奸。我把这东西卖给孙老，孙老是华夏人，国宝自然会留在华夏。我如果把它卖，历史书上会怎么骂我？三番五次的挑衅我，真当我不会杀你啊！开枪了！约瑟夫领事办的拍卖会，自己知道是什么后果。大团长，段元阳，怕什么？尽管开枪！
笑话，别当真。小子，又让儿子记住，咱们走着瞧。这是1000万大洋的支票，叶先生收好。感谢叶先生。王少你家你也是时间管用。第八件第十件随时就走。好啊。刚刚的事情。嗨，我又不傻。他段远阳明明靠着干爹才做上了法租界探长，如今居然和东阳尹高混在一块儿。两边善终，显然不行。对，王少。爷一定验明月色，根本靠不住。放心，他和东阳尹高走那么近，就别再想咱们要不要在一起做一笔大买卖，顺便坑死他。好啊。天风，你要做的是什么买卖？哎，王胜，不管什么买卖，只要能坑段月阳，老子都喜欢啊！这件事情我还要先做做功课，也请王胜远总监，你能给我一份上海滩的城市规划图？城市规划图？要那玩意儿干啥用啊？我能帮你拿到，但是天风，你得把你的计划透露给我。等我把东西准备好以后再下单。不过这件事情如果能成的话，我们至少还有，我能让野高跟段月阳决裂。好，能赚钱的事儿我都感兴趣。今天听了天子，我也捡到了。上，我说你小心段月阳这个混蛋啊！哎，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干法租界的探长。哼。好。确实该好好见一下。快点，反传真经。蹲守，那个叶千峰什么的来哦？这个叶千峰来历神秘，跟叶文强关系匪浅。不过，不管他什么来历，惹了野高太君生气，明天我就买枪手，让他横尸街头。嗯，搜索部，搜索部。儿子。段爷，段爷，大事不好了！法租界巡捕房将您办公室所有的东西扔在大街上，听说是约塞夫下达的命令。什么？平时老子没少给他上供，说翻脸就翻脸啊！段总，上海滩的巡捕房要不值他法租界一掌？咱以后全倚仗野高先生。嗯。好说，只要你解决了叶千峰，什么都好说。叶千峰现在住在安华家，安华是法租界的总探长，想要干掉他，时间尚早。嗯，难道这你想去就办不到吗？李高先生放心，我是办不到，只是时间问题。我已经在他们身边安插了一个奸细，到时候只要我和这个奸细里应外合，不再月施小计，杀一个叶千峰就如杀一只土狗一样。哟西。那我就等段生的好消息了。来，千峰，敬你一个。哎，哎呀，千峰，这次如果没有你，我就中了段月阳这个王八蛋的诡计，被他搞下去了。啊，现在好了，他偷鸡不成蚀把米，岳瑟夫撤了他探长的位置，他现在无依无靠，成了落水狗了。把那个暗影的家伙搞下去以后，你就是法租界的老大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嗯，段月阳这个小人，你必须要斩草除根。斩草除根？嗯，已经有人去做了。谁？你看看啊，5副碗筷，3个人，你说缺了谁？强哥，秦风兄弟，这回你得叫我一声帮主了。强哥，强哥，嗯。队长啊，是我唯一的一个。队长，太奶奶，是我。
奶奶，爷爷，你叫我什么？我有那么老吗？妈妈，她叫你开奶奶，叫我爷爷。我怎么又忘了？我是穿越来的，根本没人会姓我的身份。秦风，你老毛病又犯了。知道了，小哥。强哥，这位是嫂子。嗯，夫人。那这位就是小童。叫叔叔好。叔叔好，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 强哥，嗯，您说你重新夺回帮主，难道说？文强老弟，看来你是重新夺回青竹帮的帮主的位置了啊！恭喜恭喜，多安探长福。来，入座。我想要说多福的话，你好好考虑。确实的感觉。来，夫人，我们一起敬千峰兄弟。 夫人，我们一起敬一下。如果没有千峰兄弟，青竹帮我也夺不回来。强哥，别往这个叶千峰脸上贴金了。一个来历不明、乱说胡话的人，能有什么本事？再说了，这次段元阳倒台，还是要多多感谢安总。您可是总探，段元阳只是小小探长，跟您斗，还不是找死吗？安总探。 我敬你一杯。叶夫人，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叶大哥之所以能收复青竹帮，有一半的功劳都是千峰的。我知道，安小姐，你是叫安金夏对吧？对啊。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哎呀，我有个侄子跟你是同学啊，他天天在我面前提你，把你都夸成一朵花了。 错，你跟我那侄子简直是天生一对儿。侄子他们家是盖纺织厂的，身价可是有千万大洋，可比叶千峰这穷鬼强多了。少说两句。叶夫人，你恐怕不知道，如果真的要谈钱的话，千峰现在手上的钱可比你那个侄子手上的要多多了。你是不是被他骗了？就这家伙，一身破烂。 能比我侄子家有钱？再说了，我侄子他们家跟东远的也刚领事，只要你……去去去！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警告你，千峰可是我的好兄弟，还有，一共别给我们提日本人的那些破手。再说，快跪下去！哎呀，安总探，我头有点晕。洪强刚收回青竹帮。 恐怕帮内还有点不太平。好，放心，尽管住啊。管家，老爷。那叶夫人和叶少爷小姐歇息，另外找个丫鬟保证伺候。是。叶大哥，你人这么好，怎么娶了一个这么不可理喻的夫人，帮上之所以会帮助我们贵族的名义，都是因为千峰在拍卖会上帮他捡了个大漏。 赚了1000多万呢！实在不好意思，千峰的事儿，回家我跟夫人好好谈谈。千峰，就回去你了。没事，强哥，你们一家人能够团聚，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是好事临门，来，咱们一起喝一个。来，喝。给人家就是不方便。 叶先生，昨天夜里叶帮主的夫人身穿的肚兜，安总探大为恼火，我是奉命来搜查一下。变态，你怎么能搜查到我？你怎么能搜查到我这儿来？啊？
老眼昏花了吧？我这大早上刚起来就中麻烦，怎么跑到五房了？哪个宝宝没见？看你这贼眉鼠眼的，这不是什么好。刘管家要搜房子，你问心无愧的话，就让他搜啊，拖拖拉拉的，看你就是心里有鬼。刘先生，得罪了。走。哎，你们这是干什么？等一下，等我。好啊，人赃俱获，你个死变态！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太奶奶，如果我说我是被冤枉的人，你信不信？我信个屁！哪能从跟安总谈那么信任？给他换身衣服，让他跟我去见安总谈，让大家好好评评理。换衣服吧。安总他，我可没冤枉这家伙，刘管家可以给我作证。确实，我是亲眼看到叶夫人从叶公子手上抢过豆豆。不可能，这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再说了，行宫要偷，为什么偷你的？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这府中上上下下女眷这么多，唯独只偷你的。那我怎么知道？就是偷了。孙强，你还给我做主啊？闭嘴吧！开钱不够丢人的。再说你有什么资格敢钱跟兄弟躲？我话也得是你。回过去。吼我！叶文强，当着一个死变态吼我，我不活了。秦墨兄弟，都怪我平时对我那人太惯纵了，脚惯坏了。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你也别有压力。安心的在这住着啊！哎，行不兄弟？哎呀，总之呢，这件事情有蹊跷，我一定会查清楚，还你个清白。不过，当务之急啊，上次你说做大项目的事情啊，需要一个城市规划图，后手已经替你搞到手了。兄弟，这个大项目什么时候开始？包少跟我都等着给兄弟一起赚大钱呢，然后搞死那个段月阳。现在这城市规划图是有了，但是我们还缺一个条件。还缺一个条件？嗯。什么条件？缺一个人。什么人？哎，兄弟，这李先生他又来了。就跟他说我不在。李先生？李思维吗？对，正是李少。哎，夏儿，如果你不喜欢李思维的话，你早点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李思维虽然说不是上海人，但是他背景很雄厚，不要轻易得罪啊！爹，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是他一直纠缠不休。李思维是不是南洋橡胶大王李保国的儿子？太巧了，安德中，我想见他。怎么，你认识他？算认识吧。这个叫左平生的诈骗犯可真厉害，胆大包天。居然冒充南洋橡胶大王的儿子李思维，骗了上海滩18家豪商，堪称世纪诈骗。如果我所料不差，这个李思维肯定就是诈骗犯。南小姐，哈哈，南小姐，你终于肯见我了。哎，送你的。想见你的人不是我，是他。这位是？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叶千峰，安静下的男朋友。什么？你什么时候跟我女儿？就在刚刚。哎，赶紧把你的脏手从金雅身上挪开，不然我宰了你！你有这个能力吗？安总太，你也看到了，是这家伙自己找死，我要找人杀他，你别拦着。哎，你行是吧？不是，我也是刚知道这小子跟。既然他们两情相悦，你不爽。安总裁，你在说的什么话？难道我李思维还配不上你女儿吗？臭小子，你很有自信。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敢说，
这汇聚华夏豪商的十里洋场，就没有一个能比我有钱。难道你的背景比我还大？背景啊！我倒想听听，你有什么成功背景？做评审。你在马来西亚打工几年，回国以后一直靠行骗为生，现在又冒充小男人送餐。上海滩的一群群都在巴结，你猜如果我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你是怎么知道的？不光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你是潮汕人，你的父母现在还在潮汕老家，你的小名叫马总。我呢不会揭穿你，我要你帮我办件事情，事成之后我给你100万大洋。叶先生，我现在命都在你手上，我还能拒绝吗？你当然不能拒绝。只要我一声令下，那10000青州帮兄弟就会把你碎尸万段。别！叶先生，你到底想要我干嘛呀？我要你继续冒充南阳小姐的儿子。诸位，告辞了。小哥，你怎么跟李少说的呀？啊，在上海滩那可是出了名的嚣张跋扈，怎么感觉他好像很怕你？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先锋，我们走。哎，给他点一个眼。先锋，你刚刚跟你四位嘀嘀咕咕说什么呢？他在上海滩这么嚣张跋扈，谁都不怕，怎么感觉很怕你？想知道啊？就不告诉你。你不说是吧？嗯。那我不理你了。你没事。瞧，如果不敢那个晦气东西走，我跟你没完。用人家肚兜，想想我就觉得恶心。这样的人还想让他当副帮主？你说什么呢？你能不能有点人情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如果没有叶枫，七十万我能夺回来吗？我让他当副帮主怎么了？兄弟，兄弟。你都得死变态，你还敢听墙根？嫂子，你说话注意一点。上次那件事情明显是被陷害，他一向光明磊落，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安小姐，不用让叶倾听说话，你自己也要小心。他对你的那种小心思，我都看到了。我们大上海的姑娘可娇贵着呢，你若是不相下呀，照照镜子。看见你，站住！饶我！吃了那么多的苦，都不知道！滚！哎，就跟我去追他吧。王振，什么都不敢说，你救了我那么多次，他现在还这么说你，他不是白眼狼吗？让他走。强哥。我去，我去，秦风，嫂子，嫂子，嫂子，你听我说，我跟强哥和段远扬都有矛盾，咱们在这不安全，回去说行不行？你还说，怪你个晦气东西，一而再，再而三的招惹段远扬，招惹野高太郎，不然哪会有什么危险？叶千峰，可算逮到你了，段探长花100万买你的脑袋。你要找叶千峰是吧？不就在这儿？我原来是想你提醒，先走了。来了还想走？这人年纪大了一点，还原的还清水呢。哎，干什么？混账！干嘛？买一送一，大哥，今天的买卖划算了。我买不好，你信吧。你信吧。
陈哥，陈哥，文强，你怎么来了？陈哥，你早就先走。叶文强，你也在，又是个一盘，别放过了，上！秦海东，陈峰，去找安总他，快走！陈哥，陈峰，请饶命。事已去晚，我今天不来你，来啊！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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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夫人，我带人找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都没有找到文强。会不会是他逃出去之后躲起来了？不可能，文强如果逃出去了，一定会回来找我跟彤彤的。你看，外面刚刚有人送了一封信。 大娘，这事你咋开口啊？这不是，韩总他无论如何都来救了我家文强啊！还有你，我是为了救你，才不会被刀疤就抓走。还我？那就是你，这一巴掌我是替强哥打你的。现在你去睡觉，带好彤彤。 老总，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救你。有什么好办法？你记不记得那场拍卖会，我跟你和包少说我要做一笔大买卖？我做的这笔买卖既能赚钱，又能坑死段元阳，还能救出强哥。明天麻烦安总探把包少请过来。好，天哥，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来了。不过你要做的生意。 现在是不是也应该透露一二了，老邵？今早刚出的沪商新闻，你看。南洋橡胶大王之子李思维莅临上海，据说要投资5000万来在上海滩建造东南亚最大的橡胶基地。难道你的生意是投资橡胶厂？房地产。 李思维这次来上海滩野心勃勃，携带了巨量的资金，要在杨家村、高家浜一带建立橡胶厂、学校、医院，还有一系列的配套工程建设。到时候整个上海滩沉积下来的资金都会被激活。我们只需要在这些地方买下地产，我们就能赚10倍甚至100倍的钱。千峰，你怎么确认他在杨家村、高家浜两个地方投资建厂？这两个地区人口密集。 拆迁起来会很困难，这地的市场价值不高啊，怎么？你别弄错了，错不了，我这是一手消息。今天表现不错，那么多记者在，你也没有露馅。岳先生，这点小事儿，我肯定不能给你办砸了。现在还差最后一步，你和我们合张眼。千峰。 你真认识李思源？看那照片、聚餐、吃饭、休闲聊天，恐怕不单单是只是认识而已。天风，到底是何方神圣？我的身份，这能说吗？说了还不得把我切片研究啊？其实我以前留过学，后来家道中落，就。 啊，我估摸着就是啊！你看，千峰兄弟，气度不凡，而且见地特别不简单，果然是家世传承。叶先生能跟橡胶大王之子这么熟，看来你的消息准不会错。这是我发财的好机会。陈总，您应该是。哎，怎么了，叶先生？啊，我这不是故意。 行了，先出去吧，不叫你不要进了啊！是是是。啊，那个管家是谁？啊，他呀，来了小半年了，他听了，要是看他不顺眼，我立刻让他滚。随便问问。有了叶先生这第一手消息，我们肯定能赚大钱。 我这边有1000万大洋的闲散资金，要买几块地，绰绰有余。不过，能确认这消息100%准确吗？
有些事情李思维也不止跟我一个人说了，报纸上的报道你们也看到了，但他只跟我一个人说了他要在哪些地方具体的去置办事业。好，崔凤，我信你。上次在拍卖会你透露的几块拍片就让我打断了，这次赌上全部身家跟你搏一搏，只要这两块地能涨，给你一半的利益。我也跟，哈哈，哎呀，虽然说呢我钱不多啊，但是这一千万我也有。好，老总，那就让我们在三天以后就转战对方，赚大钱，赚大钱。哎，干了。我打探到的消息都是亲眼所见，梁家村高家帮这一带那个南阳项家大王的儿子大病告死，这个消息已经被许多的记者证实确认。没事，等等，这里是余问的，拿起。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奈何叶千峰居然留过影，我还以为石头缝里蹦了，不过他对那个叶文强不闻不问，也不是很讲义气吧。叶文强的侄子对我宣传出，但是我难道不知心安华好军这两个人毕竟也是与我同谋，谁能代替我？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刘管家是我的卧底，只要咱们拿了叶家村侯家猫两个人，我们要发财了。等着卖会那天一定给他惊喜。我这次可是凑了不少钱，连养老的钱都砸进去了，是吃肉还是喝汤就都看你了。放心吧，总裁，我那一千万别砸进来了。石头，你们的脸啊真够大呀。段月阳说什么呢？刘管家，你怎么和段玉阳这小子混在一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意不意外？你们这一天的忙话，刘管家可都告诉我。刘管家，吃里扒外的东西。安总裁，没办法，我在你们家一个月只拿三块大洋。野高先生可是足足给了我一万大洋。听到没？这一万大洋跟三块大洋，就算头猪也应该知道怎么选啊。你们华夏有句古话叫良禽择木而栖，你们的图谋我一清二楚，包括你们的赚钱计划，所以等会儿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穿的跟头猪一样，还玩地产，上百摊的地，这赚不多。我把实话告诉你，都是我们的。段总裁，我们走吧。啊，你给我站住！段月阳，你给我站住！安总裁，稍安勿躁，咱们会想到最后。这个刘管家竟然是个卧底，王八蛋！白养了你，叶先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刘管家肯定打探到了李思维拿地的准确消息。待会儿，他们肯定是咱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我担心，咱们准备的钱不够。放心吧，有我在，他们拿不到这块地。葛先生女士，这里是上海滩第三次土地转卖会。转卖开始之前，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华夏的爱国华侨、南洋橡胶大王李思维先生今天也来到现场。你好。谢谢。叶国君，这叶千峰来历不简单啊，跟李思维这么亲密，看来刘管家给的消息千真万确。这次的拍卖会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那两块地。拍卖大会正式开始，第一块地是景阳村。价值500万，有想要的请摇响你桌上的铃铛，先摇先得。我要了。小芳，这块地没有什么投资价值，咱不能高价帮杨家村的地了吗？哎，我景园村这鸟不拉屎的破地儿，你们也敢买？真是人傻钱多呀！真是人傻钱多呀！恭喜这位先生成功获得景阳村地皮使用权，结束后请缴纳足额资金领取地皮。怎么，你是不是事前商量一下？这个可是我养老的钱。是吧，走。刘管家，你看着安总他傻乎乎的，让那小子买块破地，蠢得跟猪一样。第二块地开始。下面这块土地是杨家村的一块地，价值1000万大洋。叶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块地我们做。不要，咱们不就是为了这块地来的吗？咋还不要了呢？大爷，这块地可是紧挨着橡胶大王建厂的地段。我要了。我要了。哎呀，不愧是东洋租界的段总探长，财大气粗啊，1000万就买了一块郊区的破地。叶千峰，你装什么装？这块地价值多少？我很清楚啊，它就是一块破地。继续走。我们拍卖的第三块土地，价值800万。不要了。叶先生，你这是闹哪出啊？东阳太郎，这块地啊很值钱的，以后地价会翻10倍。你是在欺负我是东阳人，不懂行吗？这块破地你想要就拿去好了，到时候亏的跳楼自尽，想必也是一个入土的风水宝地啊。我们的钱要花在刀刃上，叶先生，你怎么拿两块破地？你信不信？接下来是价值最贵的一块地，高家坊，价值3000万。
兄弟，这是最后一块地了，咱还不要。你们有没有点眼力劲？这可以包君身在，还得有灵。这是官方转卖费，也不是你们家专场，我们凭什么不能买？你这小子有罪！包君，看涨了呗。你们也不能坏了规矩吧？那这个灵是本探长建议，对吧？可以作证，确实是段总探长建议的。你们都不要跟他扯了。叶国军，我们发财了！岳阳伞，是勾引，是勾引啊！安华，你们都被这个小子给坑了。他忽悠你们筹钱，买了两块破地，明天估计啊，就得卷着钱跑路了。说什么？你为什么非得买这两块破地？你看看姓段那混蛋，他那个德行，老子恨不得抽他两耳瓜子。安总探，稍安勿躁。叶先生这样做应该有他的道理，是不是，叶先生？段总的，这次你可没有打工的。南阳财神爷要投资的黄金地段，全都买了回来。还是野高先生深谋远虑呀、啊！早在他们身边安排了刘管家这个卧底。高总，怎么样？这一局我赢了，你们花了1000多万怎么样？什么都没落着。好，你顶干得很好，这里是100万，拿去。嗯，谢谢叶高俊，谢谢叶高俊。嗯，谢什么谢？刘管家，这100万，你你顶什么意思？我有叶高俊和段总看你，上海滩还有人敢杀我吗？你们干什么？这可是你们惹不起的大人物，你们竟然如此无礼！听见没有，野高领事，你恐怕是搞错了，这个家伙就是个骗子。那你骗子？不可能，他可是香蕉大王的儿子李思维啊！野高领事，南洋橡胶大王已经电话报警，他的大公子李思维根本没来上海，派了管家过来投资，他是个骗子。卖掉我爷，你岂不是？你笑什么？我笑你们好笑。花4000万买两瓶垃圾，哎，有比这更好笑的笑话？人家错乱了，给这些地是你亲自在地图上标记的黄金地段，还有那些报纸。有些时候呢，假的，人都在利用我。你说出去我就输了。那天晚上有人把丽君扫的布都扔在我的房间，我百口莫辩。当时我就知道我被人陷害。我想来想去，安总探府邸上也就你最懂事。还有我跟包少和安总探聊事情时，你故意的把酒洒在地图上，一直在看地图。当时我就知道。哎呀，千峰，我误会你了。安总探，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段元阳在你的府邸上安插了卧底，
那我就将计就计，让他们大出血。<笑>那我们就发大财了。那骗了包少，还有安总，怎么能面对面这三个傻子？！还不死心，真他妈渣呀！该杀！是，我可是自己人啊！我想，林管家是你的人，还给我损失，真他妈渣呀！那孙子，你的事情。现在是谁输谁赢？你花了几千万就买了两块破地，改天我花点钱在上面盖个厕所，物尽所用。去，找死！比人多是吧？高。知道你在，是发疯剑。你们走。兄弟，走。风，早问怎么了你？叶阳，这次被坑了很多钱吧？手里是不是没有什么资金？一千万，放了叶本清。两千万，手里你怎么行？八百万，你就等着给叶本清收尸吧。五百万，再犹豫，我有的是。一千万，机会我给过你，五百万。五百万，我有现金。明天，你把人带到安总。行。老婆，老婆，我回来了。文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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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你媳妇说是你想胖了。走吧，感谢谢这位叔叔。谢谢叔叔。太爷爷，太爷爷，我总算是让你们一家三口。这事儿还不算完，乖，你个段月阳，害了你太爷爷，也是他，让我们叶家子子孙孙都倒霉透顶，害我当年年纪小，杀了他。我是因为挖掘太爷爷尸骨，穿越到这上面的。段月阳不死，了解，我永远都回不去。说没说过，不要像鬼一样装模作样。段总探何必生气？你想杀谁，直接告诉我不就够了？老吴，我之前让你咒杀人，你可不听话，只会吐一些奇奇怪怪的。此一时，彼一时，诅咒杀人会折寿，每杀一人折寿三十年。我以前惜命，但现在。
我刚刚发现自己身患绝症，时日无多。那，哈哈，好啊，快点重杀叶千峰！做不到。什么？叶千峰这个人，我给他的命跳出三界外。这种算不出命的人，就算有生辰八字，我也斗杀不了。人呢？那不要。不用。我可以救杀包明俊。对。叶千峰和阿华都是仗着包明俊的事，只要包明俊一死，约瑟夫领事根本不会管他们。到时候。让野高岭抓人！我快，重杀包明俊都需要什么？我帮你准备。这就是包明俊的生辰八字和他的一毛画。好老婆，现在立马就做。万一反干，令弟子无尽咒怨，痛杀三十年，助包明俊成龙。叶千峰，这个南阳象脚大王果然花了几千万做了实业，景阳镇上峰村的地界不少了十倍。你现在可是上海的大名人了。那当然了，千峰大哥，通过上次房地产战役，在上海滩是一战成名。你看看，上次我们拍这个地价，地价涨十倍。爸，瞧你激动的。千峰，这次看大将军来上海，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人员一起共襄盛举，文化界和商界都邀请你参加欢迎酒会，给你发邀请函来了。夏儿，你说的这个看龙将军是不是那个在万国会议上大放光彩那个看龙看法？当然了，这一次的欢迎酒会，全国各界包括英法租界都挤破脑袋想要进去，动用了各种关系，可是被看大将军选中的寥寥无几，就连爸爸也没能入选呢。哎呀，真是后生可畏呀、你看看啊，千峰，你才来上海滩几天呀、就能受到看大将军的邀请去参加酒会。哎呀，前途无量。千峰，我问你吧，看大将军下午三点准时到达现场，你快去准备一下。不对，欢迎酒会，看龙就是死在这次欢迎酒会里。如果我救了他，成了他的救命恩人，我想对付段月阳就是易如反掌。也能打击租界的那帮汉奸的嚣张气焰。我去。滚蛋！大事不好了！啊！皇上，皇上死了！什么？这胡说八道什么？在上海滩，没有人敢刺杀包少。审判，包少好像不是被人刺杀的。我打探到的消息是因为天气太热，包少在后院的游泳池里洗澡淹死了。不可能，上就在泳池，水深最多一米。皇上年轻力壮，怎么可能被淹死？我还听说，你还听说什么？我听包少府里的下人说，他是被厉鬼杀的。他死的时候，后院一阵鬼哭狼嚎，身上还全是黑色的符文。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鬼魂，那就算有，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会出现？走，好。我们去包括看，难道是吴金忠？吴金忠仙法高明，当初太爷爷被害死，是不也是被他斩？请问一下，安总裁，我需要先去一趟欢迎酒会。千峰，这包少跟咱们好歹朋友一场，现在他死了，你好歹得去看一眼吧。安总裁，不是我不把包少当朋友，而是在现在这个时刻，欢迎酒会变得太重要，我必须去。你就是个王八蛋！哎呀，没想到这个叶千峰是这么一种人，为了一点名声就巴结大将军，好
好一个死，就看一下。爹，你误会小风了，他之前做文曹的时候都豁出了半条性命，我相信他不是爱慕虚荣、贪生怕死之人，他这次去欢迎酒会，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意义。哎呀，行了，你和我少去的说话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又干什么？慌慌张张的。他在开场，外面全是大彪子冲进来。什么？ 操他妈的！老子堂堂法租界探长，畜人敢到老子这里来撒野！啊！别动，这里是法租界，你带兵闯进来，是要和岳瑟夫领着翻脸吗？笨蛋！ 哥，阿华，你以为我是跟约瑟夫领事翻脸吗？我们是跟你翻脸，蠢猪！爹，你们是吗？爷爷可是把租界总探长，你们放了吧？总探长，一小时前，约瑟夫领事已经扒了他的皮，免征书现在还在路上呢。哈哈。 安华呀，安华，当了这么久的总太长，白当了，越混越回旋。你以为你前段时间跟我和野高太郎先生斗，靠的是谁呀？靠的不就是包明俊吗？包明俊一死，你认为约瑟夫领事会因为你们得罪我和野高太郎先生吗？ 妇女俩伙抓了！等等，罗元阳，我跟你做一笔交易，我跟千锋买过两块地，那个地契价值7000万大洋，我把地契给了你，你放过我爹。岳先生，岳先生，认识一下呗。这个叶千锋。 这人谁呀？变态吧，一直盯着我看个不停。刚才他一直勾勾的看着我，这种人怎么混到这种场面？看啥呢？哎呀，没想到呀，真是没想到，你这个上海滩赤手可热的青年翘楚，居然是个死变态！你怎么没死？ 我太爷爷没杀你，没办法，谁救叶文强慈悲饶了我一命呢？这个是欢迎酒会，你这个地痞是怎么进来的？呸！我告诉你啊，有钱不仅能使鬼推磨，有钱还能让磨推鬼。老子丢了100万大洋进你一个欢迎酒会还不简单？哎，我怎么觉得你很饥渴呢？ 盯着一个女人看那么久，是不是安心下那个妞姓冷淡啊？刚好我不知道怎么找那男扮女装的杀手，这家伙送上门了。你懂个屁呀！我和我朋友打赌，他说他安排了一个男扮女装的人送，只要我找到他，他就给我1000万。
多少？1000万大洋。哎，我这个人对钱不感兴趣，但是我就不喜欢输。今天必须要找到。1000万大洋，你都无所谓，我有所谓啊。峰哥，峰哥，这样吧，我帮你把那个男扮女装的人揪出来，你那1000万分我500万，怎么样？我知道你一定有钱，上次那个土地转卖会的事儿，全市都轰动了。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了。时间还有20分钟啊，还有时间限制？你怎么了？钱不要了？好，老子豁出去了！你们两个挨个检查这个沙龙里面的所有女人，找一个男扮女装的，谁找到了，给谁10000大洋。10000大洋？好。峰哥，你放心，我一定找得到啊！等我好消息。开什么修呀？哎，你干嘛？不好意思。干什么？你干嘛？干嘛？这里是上海市最高级的翻译酒会，你敢在这里骚扰女性？不是，这主持人果然不靠谱。这酒会里面有一个男扮女装的人，我是想把他找出来啊。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还男扮女装，你胡说什么呢你？你骗鬼呢吧你？别听他胡说，瞎扯呢。大将军到。大家好。有四个，给我追上，保护将军。小伙子，谢谢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这老命就交在这里了。大将军，您没事就行。将军，将军，刺客抓住了。严加审问，看看谁是幕后指使。敢杀我，我杀了全家。将军，刺客的牙齿里藏了毒药。大将军，此次刺杀幕后的主使是野高太郎和段月阳。我就知道，我一有危险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上次绑架那样。狗男女，好。他条件就是让1000方自断双腿。那呀，我就找医生给你做手术。千方，你不是说这是你和爷爷吗？你就牺牲一下，救救他好不好？陈立军，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你不用。他现在只是一只鬼。这话可是叶剑锋自己说的，跟我可没关系啊！你就行行好，找个医生救救我这男强吧。找个医生？天哪，那就要看你具体表现了。你对我也有意思吧？都快成寡妇了，安小姐可比我年轻多了。无耻！打我！陈芳，都死！谁在找你？报告，将军，打听清楚了，包明镜确实是死了。
另外那个也被他派军队抄了法租界总探安环的家，还有辛志光也被他的手下段月阳给缴获了。什么？你进去坐啊。这家的医院都有人，没有我的命令，谁敢给我医治？段月阳，你卑鄙！不是说好把七千万的地契给你，你就放过我们？你为什么出尔反尔？放过你们了？不然你觉得你们是怎么逃到这里？那你为什么拦着不让我爸做手术？咱们一码归一码。你们逃离安家，我做到了。现在是爸要做手术，这不是另外一码事。这个条件，哈哈哈哈哈！夏，爸，爸，你千万别吓我，我这就让医生给你做手术。什么条件？哎，你干什么？安金夏，你装什么装？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咱们这条件就没法谈了。好了，小夏，不管段总他开出什么条件，你都必须答应。而且，你也别拖累我了。文强的伤势可不比你爸轻，他必须马上手术。妹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们是一起的。什么一起？你这么年轻又漂亮，你随随便便就能嫁人。可我只有文强了，他一死，我以后就成寡妇了。我都不想让他死。妹妹。妹妹，你听我说，你就答应安总他的条件吧，我求求你了。停掉，停掉，安宁夏，你要是不答应我这个条件，不光你爸没死，就连叶连强都是被你害死的。叶文强明明是你们长沙新城帮的时候受伤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安小姐，咱都是女人。对你也有意思，你主动答应他吧，我求求你了。看在文强的面子上，你看在千峰的面子上行吗？千峰可是叫我太奶奶，叫文强太爷爷的。知道你喜欢他，看在他的面子上行吗？好好好，条件嘛，就是若刀，威胁我的女人。我就知道，我一有危险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上次绑架那样。好，我的条件就是让易千峰自断双腿。那样，我就找医生给你爸做手术。千峰，你不是说这是你太爷爷吗？你就牺牲一下，救救他好不好？陈丽君，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你不用怕，他现在只是一只笨鸟。这话可是叶剑豪自己说的，跟我可没关系啊！你就行行好，找个医生救救我家南墙吧。啊？找个医生？那就可以具体表现了。对我也有意思吧？
可都快成寡妇了。安小姐可比我年轻多了，无耻！你打我！陈芳，找死！谁在找？我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找死？大将军，万岳阳呢？大将军，怎么见到我害怕？哎呀，哪里？大将军，我真是没想到你老人家日理万机的，怎么会来这个地方？我来这里算账来的。哎呀，大将军，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小的哪里得罪您了？装，你继续给我装。这吴金忠，你手下一名劫道是吧？他已经招了，是他有邪法，就杀了鲍明俊。那鲍明俊是我安排人杀的，小人哪里得罪您了吗？你这野高太郎，针对我策划了一次暗杀。鲍明俊，你们是怕他走漏了风声，刺杀他灭口。可惜，万万没想到，包明俊提前把这次暗杀行动告诉了叶兄弟。不，将军，包明俊的确是我杀的，但是您后面的话，小的真听不懂啊。你不需要我听懂。他终于死了。你怎么没回去？你已经了结因果，逆转乾坤了。叶兄弟，叶兄弟，寻龙诀，少了寻龙诀，吴金忠，你能不能念一段寻龙诀给我听？寻龙望祖看缠山，一重缠身一重关。这寻龙诀乃我吴家不传之秘，你怎么会知道？我是穿越过来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这次来是为了救我太爷爷叶文强，顺便杀了段月阳，了结因果。助我得力的是你的未来玄孙女。吴家在民国时期帮助段月瑶做了太多年了，导致你的后人30岁。现在段月瑶已经死了，了结因果。你现在只要助我回去，就能避免你的后人活不过30岁的诅咒。胡言乱语些什么？你要相信我，快点念寻龙诀啊！运转灵力，快！寻龙望祖，看缠山。一重禅师一重关，三山齐出包藏内，二水交流汇中间，尽可目为煞。陈锋，我刚刚是做了一个梦吗？这么真实，是秦风。秦风，你怎么在我家？你怎么消失了这么久？消失？秦风，谢谢，我在这儿。你个渣男！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行，你怎么不说你词儿啊？说词儿啊！
都等你呢。这是彩排戏。